我们来首先第一个看的就是甲上科技这个，那刚好跟各位讲过，会介绍它。第一个，它真的有中文，而且是正体中文，好吗？不是简体中文，所以请从这边按一下 Start it free now， 点进来。那它最近这个其实是算他们新推出的服务了。甲上科技其实有蛮多一些产品哦，事实上做的蛮有创意的。它不是那种大套的那种产品，但它就是有一些蛮不错的哈、哦，就是有兴趣你在它官方网站再稍微看一下。来，首先又要问你注册了，对不对？你应该知道了嘛？你如果是真心的，好，右手边两个等你嘛，不是真心的，自己关键字知道要打什么？好，那正常的话呢，如果各位已经注册好登录了。好，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。那他会告诉你哦，就是有那个通知嘛，希望你升级，先取消没关系。那各位呢，一进去应该就是一个空白的而已，好，就是没有像我这边已经有。可是中文在哪里？在右上角，有没有看到中文？这样有没有一种熟悉感？好，不要老是先从国外的开始嘛，我们先有中文的。那说真的啊，其实现在每一个云端服务也好，或是软体。制作的方式都雷同，都雷同，所以你会一个，你会发现，待会好像其他的都不小心就会了，而且会跟你很熟悉的一个软体很接近，叫做 PowerPoint。有没有人不会 PowerPoint 的？应该会被退学嘛，哈、哦，对不对哈、哦？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先试一下，就是先注册一下进去，然后呢？到进去里面之后，上面就可以改成我们的中文语系。